你曾接触过人类，走过他们最后的城市。 想象着，他们曾经主宰这个世界。那是清泉与瀑布环绕之地，百花盛开，草木无惧的生长。他们建立了海问城的生存规则。 人类不过是任其宰割的羔羊，而战争就是机遇。你们最好是能打个两败俱伤。看来你我同病相怜，记忆残缺，追寻着缥缈的目标。不同的是，我只是个弱小的学者，而你拥有力量。 竟只能无限次重构躯体，却无法重建斗志，请怀揣勇气，小心谨慎的前行。 愿精之指引你的道路。